天生我有才。跳得怎么样啊，潮汐？我觉得就像那个一个业余爱好，在你跳舞的时候，我尝试着去懂你一下。懂王？对，是的，因为我就觉得你就是那种快乐的小女生的感觉。在这个场上，我看不到任何专业的东西，无论是 HR 还是跳舞。首先的话，我没有专业学过舞蹈，然后舞蹈的话也是因为参赛要有才艺表演，为了想展示然后学的。实际上就是我可能怎么说，唱歌会比跳舞可能更好一点。对，所以这个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这里我必须得讲。我想跟你说呀，从第一轮到现在，所有你展现的东西除了那个 T 台以外，就没看出什么是闪光点。希望你能拿出好的状态，叫企业家看到你的优势，好不好？